有一个宝贝儿子，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美满。他最近前往大陆参加歌唱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受到大批网友高度关注，人气也持续攀升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粉丝分享生活点滴的他，最近透过 IG 现实动态透露，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。他晒出多张当地美食的照片，开心发文写下"吉隆坡我又来了"，并逗趣附上三个俏皮吐舌头、开心大笑的可爱表情符号。另外，他还分享在路上遇到塞车的画面，只见路上挤满许多车，塞车状况非常严重。特别的是，他附上文字塞车遇到大美女，原来是大楼外墙放有他代言的大型广告看板，让他感到相当惊喜啊。